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家喻户晓的迪士尼公司旗下传媒事业体庞大，迪士尼乐园更可说是全球游乐园的龙头。有外媒报道，迪士尼其实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奇怪规定，像是员工在指路时不能只用食指指引方向。根据伦敦标准晚报报道，在迪士尼乐园工作，能够时时刻刻沉浸在迪士尼魔幻活泼的气氛当中，可说是另类福利，但也为此员工必须恪守当中的一些规范。其中一个就是，当员工在对游客指引方向时，不能只用食指表示，而是得同时用两根手指，即食指和中指才行。伦敦标准晚报引述 Indy100 报道，原因在于比出一根手指在特定国家会被视为具有敌意、侵犯之意。为了确保所有游客都能宾至如归，迪士尼便禁止员工使用食指指引。